我叫 Alex， 我是 quarto A 的学生，我会说韩语。大家好，我是 Gatsby 的中文老师，我负责教的是初中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。那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，听说读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了。因为文化的传承也是相当的重要，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茶艺课，或者是十二生肖，就是教授学生们一些文化的课程。学习中文，记忆，也是生活文化。课堂上我们会利用字图卡来学习新词汇，或者是使用一些 Kahoot、Quizlet 等软件来就是复习，还有使课堂就是比较有意思、比较有趣。然后最后的话，我们会用简报及讨论的方式来呈现课堂中学习到的内容。你好，我叫 Claudia， 他是我的爸爸 Pedro， 他是 Sangren， 他是我的妈妈 Susana， 他是老师，他在学校工作。学习中文对我的未来有帮助。